梦瑶，你徐梦你也去啊？好冷啊！梦瑶就别去了啊！我们现在要去地里面摘菜，然后去挖点高丽参。你去哪里呀、啊？我们去拿菜。挖高丽参煮鸡是吗？嗯。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不好看，就像大侠。后面还有个大侠。这是我的新衣服哎，梦瑶说我很可爱，但是我回家从来不陪她去玩地。我觉得我今天穿这衣服真的像大侠，这是新衣服哦，25块一件，一件25块啊，嗯，好暖和，还能找到吗？大妈型的，这一穿就知道是乡野的，乡野丫头啊，乡野村妇，现在还能找到高丽参吗？开心果来我们家一天了，也不知道用什么招待他，准备晚上宰一只鸡吧。小六挖完了。小六挖完了。还有筋吗？那个这个钩藤一个中草药。等一下我挖完了就给你啊。这个也是啊，这个。嗯。哦，我的头。哎呀，我看看。没有啊，我这里这个挺大的，哎，这个不错，来、嗯，这个就是高丽参了，好香的，闻一下，小的，嗯、哎，够美了。梦瑶你也挖吧，那我没有挖，这个也是，那谁叫你没带的、啊？那时候九妹过来就，她用一个小背篓，好多，挖了一背篓，然后自己带了一半回去。等一下挖完了就都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个大。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你运气还是不错的。那现在给我一件好不好？啊！小六挖漏了，小六。原来小六就趴在这里挖，趴在这里挖，他还是挖漏了。那时候这里的草比较密。那个机器人要给小六留着。妈妈。可以了。哇，赚了！赚了！真蛋大的。断了，还捞呢，嗯，断了一截。好了，梦瑶归你了。OK 了，差不多。来，猪头给你吧。归你了，现在归你了。来，你来挖。妈妈，这个不能用的，宝贝，来。有个蚯蚓，哇，快跑！小蚯蚓呐，小蚯蚓呐，好可爱啊，是不是？来，有人害怕了。有什么害怕的？来，梦瑶来，把这个埋一下，明年又长出来了。哇，蚯蚓，拿回去洗吧，冲一下就行了。我跟你说，拿回去吃哦，这蚯蚓。哇，那些草枯掉就可以了。其实这里有很多种子，看明年又长出很多了。哎呀，那个不是的，宝贝，这个也是。那个不是，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应该有很多的，跟我家的夫人过来摘点菜叶子。不是菜叶子，我们这是芥菜心。拿菜心还是菜叶？菜心。哦，这个接受不了啊，这个有啊，一般都是可以接受的来的。你也会摘菜啊？我也是农村出来的，是吧？那时候有位上海的朋友带他的小那个儿子过来，对吧？他那西瓜都不敢摸，真的胆子太小了，他还怕那个西瓜咬他。哎，那些都是温室里长大的。对啊，都是在城里面长大的。他走这个田埂，他都是要有人牵手，要不然他不敢走。今天洗手掉了那个。那么宽的路。其实他老爸说要经常带他出来走走也是对的。